亲亲你，直接亲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强系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位客家人啊，我爸爸那边是客家。不过呢，在我人生快25年以来啊，我都不会讲客家话。对，因为真的很少有机会去接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行吧？所以我今天呢下定决心，我要来认真的学习客家话。那因为我听说过这个客家话，它有分好几种的口音嘛，就是那个腔啊。就像中文也有腔，看到女朋友讲的客家话呢，就跟台湾的就差蛮多的。那我今天呢选择的是我爸爸他们讲的丰顺腔，比较类似于梅县腔，所谓的四县腔啦。所以呢，如果今天学习到的客家话，你们观众呢有一些听不懂的，那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腔是不同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发音比较奇怪。今天呢借由这个学客家话的过程呢，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研发出的一套高效学习语言的几个步骤。如果大家看到我今天晚上验收的时候，觉得效果还不错的话，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废话唔多说，马上开始。第一步，背单字。那由于客家话呢，它也算是中文的一种，所以比较起其他的外语，我们可以直接跳过背字母的阶段，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背单字的阶段。OK， 首先我列了一个单字列表，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今天呢会使用到的范围。那大概列个，应该这个少说也有1、2、3、4，23×4，23、4、4、3。数学不好，居家生活、日常跟食物为主，因为我就是那样爱吃。一天下来，你发现到你还是会遇到一些你不知道的字的时候，哦，没有关系，直接补上来，好吧？我们留一点空位，我们一想到就补，一想到就补。那你真的需要用到这个单字的时候，那个印象是会更深的，会比你现在硬硬死背来的更有效率。现在的网络真的是无远佛界，非常的方便。好的，那其实很多网站上你都可以找到客家话的发音哦。我爱你，然后搜寻，然后呢，怎么查我资料？哦，好吧，可能在客家人的世界，他们不会去说这句话吧？啊，那我单纯打爱，应该有了吧？哎，有，来，哎，这上面可以选四线、海陆、大埔、饶平跟少安，那就看你想选哪一个喽。真传爱食包，唔敢食点心。真传爱食包，唔敢食点心。哦，所以他这边的爱呢，还有一个要的意思啦。OK， 跟我们平常讲中文的爱是不太一样，就是爱。我爱一个东西，就是我要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太爱他了，所以我很需要他，我爱，爱，嘿，我太厉害吧！厉害，我跳嘎跳嘎。老板。偏所。哦。厕所。耶！哎呦，还得念的。便所。我。奶奶。猪肉。嘴。橘。OK， 第二步骤，重组句子。OK， 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利用平常日常的一些空闲的时间，请另外一位朋友然后出题给你，试图用你有限的智慧量来重组一个句子，来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放心，你错了没有人懂，只是用尽你想尽办法去传达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就好了。我们要去习惯用这个语言它的逻辑，我们要用它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做法呢特别适用在文法差很多或是有一些动词有时态变化的语言。那接下来我要一边运动一边请我女朋友出题给我。来，第一句尝试自己重组句子。尝试自己重组句子。来吧，漂亮啊，这个我觉得非常棒。好，那请你说我爱你怎么说。爱你你自己知道对不对的吗？因为我不知道台湾的应该吧。我很帅。
奶冻亮，奶冻好买亮，奶冻很好吃，奶冻卷，奶宜兰奶冻卷，爱做唔得，爱做唔得运动，你做不到运动，爱弟弟想秀，我没有，我跟你讲，我爸爸说客家话里面没有帅这个字，嗯，哦 ，OK， 他说是我出的不好吗？他说。他说我们以前都不叫人家帅，我很丑哦，奶冻人，我非常推荐这个厕所，奶冻推荐你的偏所，今天的确诊人数是20个，西佛阿美爱一念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错了，七八九四，做完运动，哇，腿是真的有点酸哎。那因为最近我都有在健身的关系，所以，最近嘴馋的时候都会吃这个金脆脆鸡皮。我要！哎，我的。你不是健身吗？对啊，为什么可以吃这个？因为它较于市面上其他的鸡皮饼干，金脆脆鸡皮呢，它在裹粉的过程中呢，使用了比较繁琐的程序来降低裹粉量，所以你就不会。吃到太多的那个碳水化合物 ，Yeah， 所以消费者吃到的口口都是真鸡皮哦，而不是满嘴油炸粉。同时呢，吃起来口感也很脆啊，可以推荐给各位健身族们。第三步，简单对话。好，那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它是训练你开口的勇气，而且还有听力跟理解能力。那这也是我们学语言。的目的嘛，就是要用啊，就是要跟人家沟通啊，对不对？撕破呢，按切草，嗯，看澎湃哟，啊，出来很多哦，嗯，刚好撕了，不不，啊，都胖我吗？啊，都胖我，都是微摇么？都是微摇么？爱动摇，然后吃饭呢？吃饭 ，OK， 但是，今本日。天气真系好热，迄讲是唔下，是你个，你个系。蜜桃，蜜桃真好。嗯，蜜桃啦，蜜桃味道。好蜜桃，今年梅香。啊，今年啊，梅桃，柠檬啦，又梅啦。啊，梅。是落去诶，哇，是雨太开啊。口味就快了。嗯，好吃，好吃。嗯，好来。第四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验收室，哎，是吗？第四步，好，来。哎，讲客家话啦，你有种吗？我没有种。好，第四步，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向我的一位客家人的朋友，然后推荐这款好吃到爆的零食。来，日本人诶，好客家话嘞。哦，你今天要学客家话了？爱好嘞。好吗？该。好乜嘅？好乜嘅？学下夹花。啊，你学下夹花啊？眼雕，我讲下夹花哈。好，冇问题。好，来聊天。聊天乜嘅？聊话题。台南最近怎么样？你钓台南人出去了啊？出去了啊？啊，出去了，出去了，出门了，风起啊，东风起啊。东风heat系嘛？很讽刺的意思吗？东番heat啦，东番heat哦，哇，东番heat啊，东羡慕哇，眼雕啊，台北人啊，虽然数字越来越少，但是南越骄傲，唔敢出去啊，唔敢出去系嘛？还养虫的，还是很严重啊。哦，养虫，你讲啊，眼雕。哦，出地的时阵，眼雕去台南，青睐系嘛？青青鱼，
直接亲吗？那不是啊，来来台南找我啦。啊，亲亲你，是的、啊 okay ，等下疫情较好一束啦，来台南亲爱。请你，嗯，我要请你，是不是邻居哦？爱知道，嗯，邻的，爱最近有事多，一个东西哦，那一听为腿尖，嗯，不爱哦，嘿，好，噔噔，鸡排，哈，鸡排，你个鸡排呢？哇！东好吃鸡排，鸡排嘛，鸡排东好吃啦。俺每年吃鸡排。你咖啡蛮高唔的啊？青柠梅香，梅香，青柠梅香。油是个烤面，一条咧豆油哇，老油条哦。哦，老油条，老油。也都有哦，还有嘛个生平，有辣的，唔辣的，有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是不是？嘿，错错，嗯错，好啊好心哦，好心哦，懂懂事，爱老五讲哦，地潭水，真心的人哦。非常有精神的人，你最惨，好事蔬菜不用你，蔬菜咔哧咔哧，嗯，好冻蔬菜啊，冻菜啦，啊，冻菜，唔油腻，唔油啊，嗯，油腻啊，哦，没油油啦哈，嘿，今天鸡排，唔是油炸粉，你给，嘿，对啊。那个小超有大张哦，做哈事，做哈哦，穷哈事一起吃嘿嘛，哎嘿嘿嘿嘿，我们改编有某什么诶，我这边有小妹，我有小妹啊，什么呀，我这边有小姐，有某，嘿，中医，哎，什么诶？动中医哦，哦，动中医师哦，正经的啊，什么动爱啊？送给你妈妈、姐姐、妹妹啊，爱，上网买来试试看啊。好啊，你讲的安好事，俺上爱试一试啦。俺个任务结束啊。你的奶哇，是蒙尼安子色哇，是蒙尼安子色，介绍懂好呢，还要长台霸茶长。OK， 所以呢，今天一整天下来呢，真的是学到非常多，从零到有这样的程度，大家给过吗？给过吗？如果觉得勉强可以过关的话，就麻烦帮我点个赞。而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语言的方法，你觉得也蛮有效的话，那也可以运用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面，一周排个几天这样子练习，当然是如果你身边有刚刚好有会讲这个语言的人，最好几周之后也很有效果的话呢，也可以多多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哦。OK， 那这一集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了，如果喜欢的按赞、订阅、分享，不要忘记小铃铛。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哎，拜拜的客家话怎么讲？拜拜，下次见嘞。哈白尖啊，哦，哈白尖。